半夜睡不好，经常失眠，一味中药泡水可疏肝解郁、安神养心，让你安心好睡眠。大家好，我是沈医生。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却是一种奢望。随着生活和工作压力剧增，许多人都被睡眠质量过低所困扰，比如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或者好不容易睡着却常常半夜一两点钟就醒了。这种情况一次两次还好，若是长期失眠，就会导致我们身体免疫力下降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减弱，同时还会使人过早衰老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失眠这个问题，从中医角度来看，大多数是由于肝气郁结所致。中医认为肝主疏泄，气调达，勿抑郁，若长期情绪不畅，会导致肝脏无法调节正常，就会出现气机失调、脏腑不和等一系列病理现象，常常表现为不能熟睡、半夜易醒、烦躁、身体困倦、精神不振等等。这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味中药合欢花。它在日常的生活中不仅是观赏性很高的植物，也是一味药用价值很高的中药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合欢花都有哪些作用。在医学入门本草中记载，合欢花能安五脏、利心智，可令人欢乐无忧，久服则心身明目。合欢花味甘性平，中医认为甘能入心经，有宁心安神的作用，它可以打开郁闭之气，心不堵了，能量也就慢慢疏散开，身体自然而然就感觉身心舒畅。合欢花还可入肝经，可以疏肝解郁。我们之前说半夜睡不好，经常失眠，大多数是由于肝气郁结所致，而合欢花的解郁能力正好可以助肝气，把郁结的陈旧之气冲散，然后排出去。最后做一总结，合欢花可以疏肝解郁、安神养心，可用于因肝气郁结所导致的不能熟睡、半夜易醒、烦躁等现象。当然合欢花还有活血化瘀的能力，它能把阻碍气血经络运行的淤气、怒气给化开，阻滞化开了，人自然就好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提醒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辨证调理，不要自行抓药。我是沈医生，有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